换裙子，是要穿这个飘飘的裙子。要不要换衣服？我们穿好好看的衣服出去。哎呦，有意外收获！你太乖了，妈要咋换？啊，来举手，举高高，来来，酷，好乖呀！哎呦妈呀！这真是我人生第一回啊，不好意思了啊，我换的还可以吧？我妈看到这儿应该会感动的哭出来吧？她终于看到这一幕了。